担心啦吼，这是咱进前第二摆啊一个咱的担心建议的吼。以前咱拢讲冬至冬至吼，啊迄、那个咱迄个担心哦，建议讲用担心，卖用冬至，冬至是希特勒时代冬至安尼吼，讲咱就改做担心安尼吼。同性恋的，哎，啊，同性恋的，同性恋的叫同志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的高层哦，咱拢安尼从善如流吼，开始写意念，拢只托伊担心啦吼。啊，担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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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讲吼，啊，咱就拄着一个感心的女士吼，讲啊，那是安怎？啊，逐摆上上课，哎，起立敬礼安吼，伊看着咱戆去吼，讲啊，我伫德国在住吼，啊，都拢毋捌看着你啊，那是倒来时代噻，吼，我咩路的吼？我来出来去打我咧啦吼，我实在是，真是。啊，这就出来了吼，咱完全无迄个意思吼。然后咧，要开会进行吼，啊，大家你讲啊讲啊，真，安尼安尼，要袂专心，心要袂收落转来进行吼。啊，先特别说，啊，天气哦，加起来，哦，意思，哎，开始啊，哦，应该无迄个意思，讲后壁会哦，加咧专制时代，哦，迄个独裁的时代，应该是无安尼啦吼。啊，当然无要紧，咱是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细节，那准则都发现了什么问题吼，咱看看咧。安尼讨论，啊，伫讨论内底有结论，啊，有结论就新的物件出来吼。啊，我足羡慕吼，足羡慕台北州长啊，要伫遮无？要袂来？哦，等于台北吼，等下来吼。哦，伊有时间都准备到遮好，啊，听讲伊阁是电脑的专家吼，啊，所以报表啊，整理个呢，哦，我看了是要报形象的吼。啊，我呢，家己实在我工课还阁做无用吼，啊，然后。伫咱个工作内底，我嘛做认真吼。啊，咱个秘书长吼，我上吼，拄着我逐摆，较拼个人，你讲迄边个，你问讲你好袂，你好袂啦吼。伊真真好，我偌拼啦。哎，即摆来讲，下期培训吼，两礼拜，我怀疑哦，两礼拜到今年，你去做啥物人来吼？啊，我哩咱的进展就是讲上次培训到一摆吼，时间就少较久，就三礼拜吼，三礼拜才有培训吼。啊，所以我看着讲三礼拜，哦，安尼上个要一礼拜要转几，结果拢无法度吼。我去台南去两摆，哦，就是迄个小型演讲会吼，啊，有一场咱的市长伊我来参加吼。啊，伫嘉义吼，我私人去找的呢吼，可能找四摆以上。啊，伫中部。过两摆吼，啊，我咧想吼，迄个辣椒甲咱出街时代拢哦真难得吼，伊毋知影讲伫底线有真侪人真有兴趣吼，啊，真侪人过去对咱个问题嘛，我是非常热心吼，啊，但即摆去甲解说几波，啊，着闭头直讲，拢烧声着是安尼来吼，啊，即摆直讲吼，讲个认同个有，吼，啊，排解嘛有。吼、哦，啊，迄个安尼，听你讲，那是真个假？吼、哦，捌一个人讲，好是呢，你捌看迄报纸无？讲什么报纸？讲人迄个征求模特哦，你捌看无？讲征求模特是上个什么关系？伊讲征求模特吼，哦，啊，着跟报纸啊，啊，着俊男美女拢叫来吼，啊，我甲恁讲实吼，啊，恁着交十万、交十五万，啊，我保证你后摆做明星。啊，大家喜欢了，我好你讲一下，我这十年拢共款了。啊，咱无啦，咱无要求咱交十万、二十万啦吼，还是安尼一个大家见面，啊一个团队的感觉吼，啊对迄个基本的理念来，搁再实，迄个认识一下吼，啊然后啊无得讲每一摆参加吼，咱拢有新的物件出来吼，所以我家己嘛安尼真爱参加吼，啊逐摆来。因为我刚刚遇到一个，我刚刚对家己比较实在啊，
因为朋友吼，伊身体嘛无足好啦，我一代啦。啊，昨一摆啊，我一代吼，咱四个朋友啊做一代啦。啊，当然，阮大个一摆吼，较无遐济人吼，拢总有六个啦。啊，但后摆我用留有后手吼，下一手哦。你我来一摆拢吃吃来，我后摆我艰苦啊。所以后摆咱还阁有几个吼，即摆已经决定要来吼。啊，在这个中间吼，哦，咱参加已经参加，就是拢了解啊吼。啊，所以咱就来只培训。啊，但是对着迄个安尼足爱来，啊，但是真怕惊迄款人吼，我当有望一步吼。不要嘛呗，啊，我若打出来，国民党会找我麻烦啊，袂我当有望。啊，头我拢爱甲因讲啦吼，讲无要紧，若不要吼，迄拉一个头壳会掉台先。我袂乱钓我，啊！所以吼、哦，但凡不认吼、哦，真正有去认吼，讲啊，和尚的头壳去用钓伫咧大义东门城吼，我则拜托你去甲我行一日咧，讲这人真正为台湾拼性命，头壳钓伫安尼吼。啊，即摆头壳钓伫遐外紧哦，那一寡兵对了我拢敢开玩笑啦，哦，来背景来对了，啊，十八岁。啊！你无用钱无生安尼哦，即摆毋是啦。即摆朋友对来拢来讲，好心嘞。啊！你头壳内还连电蚊滚。所以安啦，袂啦，免惊吼。啊！伫即个中间，我有拄着迄个过去吼，啊，怀疑心还阁真大个人吼。啊，对着咱即摆以后啊有几个讲师吼，啊，差不多是拢安尼过去台湾啊，毕竟是讲。为着台湾独立还是建国吼，啊，一寡大师级的吼，啊，佫是有良知的，啊，佫是亲戚型的吼，那像拢总要来做咱的讲师啦。哇、哦啊，所以吼，过来咧甲因讲讲哦，结论，哇、哦，甚物人要做讲师，甚物人要做讲，效果足好个。啊，所以我是讲，应该咱的工作吼，佫来慢慢即个瓶颈的突破，大家拢知影吼。讲咱的瓶颈就是业，讲一定爱来培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培训其实就是一个，你肯挺身而出，也就是证明啦，你对家己证明的一个方式吼、哦。我咧想讲，我若演讲吼，会当进入董牧师吼、哦，咱咱这个宗教比较学这个教授吼、哦，我演讲来像遐精彩吼、哦，可能要招人就无问题啦。咱真可惜吼，咱伊在咧念耶稣吼。啊，我想也是这伊个诗是要写予囡仔看吼，啊，念诗当然就学者是讲哦，爱原来写出来物件，啊，照安尼读出来吼。其实当牧师是足大个吼，迄个宗教学也是讲宗教比较学，也是台湾个，也是全世界，差不多拢总安尼出来，一直出来吼，大家听着演讲，个听安尼最最醉吼。我想我若真，我若口才当像安尼吼，也是讲我个学术会当像安尼吼，讲个遐精彩吼。我若去报道一摆吼，大家拢来说你啊！但是我知影吼，咱即番吼，包括咱的论述吼，啊，包括要对方小可好奇，啊，然后参加听演讲吼，啊，然后佫进一步等于家己研究，啊，然后佫行动，其实迄有一段真长的路吼。啊，嘛是拄着迄安尼一摆，啊，就马上答应。欸、我唔知咧，各位知讲，家己以前有一个省议员叫做黄永聪，吼、哦，南部小仔仔吼，黄永聪原来一个医生吼，啊，伊是足刁一个啦，啊，真可惜，家己伫迄个民进党地方遐尼复杂的一款生态吼，啊，这个人才尾啊嘛，全咧足灰心的，哦，啊，差不多几啊人拢捌看着伊吼，啊，伊尾啊伊的诊所改去家己，啊，所以有一寡想着伊吼，哎。因从我咧甲找一下先，所以我就怎咧，安尼打电话吼，啊大部分若要找医生吼，拢爱九点半十点以后啦，因为大家才有时间嘛吼。我记吼，我讲无两句，伊就甲我讲，啊都互咱选总统啊，啊台湾太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我一时就讲安尼吼，我要是我低头进来啊。哦、我说就真上面直直讲直直讲吼，我讲你真偌欢喜，你知无？马上甲我答应讲，即摆要来培训。哦，我想讲，我若
那效果之后吼，我家己足欢喜个吼。啊，但计算机甲我讲，伊买伊个 check 伊个 schedule， 伊个行程表吼，伊是二三，今日二时嘛吼，二三啊，要参太太出国，所以下一次培训伊一定会来。不一个，恁捌去台语吼，加油先连山。几百公里有无？啊，拄啊十点左右啊，我伫外口咧徛，迄三哥伊就起来，拄啊拄啊行过吼，不好意思，人叫一声，哎，即个我来甲做，伊起来无甲我叫，我无意思着吼，起来讲，不好意思，哦，那，你叫过来是怪了，我拄啊因太来行过了，我伊啊徛出来两分钟，我过去甲做，去甲做，因先生，啊，因先生实在足无用个啦，啊，就讲我来吼，就讲。不是拜托你，等十分钟，我只代替他弄两好，我出来。我来广告的吼，马上答应要来培训，我是林聪明先生。然后呢，哇，那大成混取了第二个名，这个那比较恭喜一点，我比较记得。这个呢，这个名字哦，那你阿坤还叫第二个名字，叫大声，叫帅哥就可以了。这话喊下去，我就马上。哦，因为哦跑得越快，插曲插曲，插播广告，会使吼，会使吼，好，啊所以吼，伫这个呢，安尼，红叫州长吼，叫差不多呢五个外岁吼，啊这中间嘛拄着真心这个代志吼，啊伫新港迄场，人请我去吼。啊！我记者去讲，哦，什么？我记者在那边挂出来，你记者拢挂挂出来吼。哦，竟然讲有咱的同心心干较久啊吼。啊，所以我就赶紧来讲吼。啊，所以咱这摆要对家己啊，要来参加四月二日的这摆请愿吼，心干我出真大个啦。伊讲本事哦，实在讲吼，看你个偌济人啊，哦，一人要当收三百吼，你麻烦啦。阮遮两个人、三个人吼，啊一人来出三千，啊三个人交千，三个人交千就三十个，啊就用了一台车，迄无问题，无问题吼。啊，但后来咱用两台车吼，啊所以先讲一句，我甲伊敲电话是讲，即摆有十二个，哦，啊办到一边，啊差不多十七个、十八个，啊家己一边差十二个，啊你听，啊你著听，哎，这两个在上面算数啊，见。哦，还有一位吼，咱的一个非常好的干部吼，啊杨汝平吼，来啦，请你大家吼，大家拍拍我一下。你非常认真吼，啊，我若有啥物代志吼，啊，甲联络吼，爱甚至拢怎对亲娘，啊，直接来加面，啊，甲我搞下去。啊，伊在讲，啊，搭我亲娘，啊，我是要哪去？吼，啊，伊敲电话去台南门，啊，但我平两台车嘛满嘞，无位啊嘞。我讲无呢，若无你整一暝，怎来家己来咧带我车啦？哦，啊透早啊才坐咧坐车来。啊，若无我家己的车，佫拼去真正啊载一个，啊佫撞来，我话啊，毋知十二点都出门啊。所以后来伊嘛讲好吼，讲好安尼无，迄个新娘，哎，当时来带我去，啊才坐咧坐车来。啊，但是后来听伊讲，迄个配偶嘛吼，配偶讲要过位吼。啊，所以平湖伊若对高雄停落来吼，啊，新名实在来甲接一下吼，啊，就会使。啊，伫这个中间，伊就自备的这个代志讲，阮原来一点仔开始，我一点仔麻烦，就是讲，我山这边嘛有人吼，啊，新港那边较属于属于海山那边嘛有人吼，啊，然后迄个环路一点吼，啊，过来梅山过一点吼，迄环路讲啊啥？那是要行山，还是要行海山，还是要山斜斜，搁是海山？我咧想到头壳疼啦。
啊，尾啊吼，想想想讲，新港那边，伊若真的讲会当来台企迄个交流道下骹，因不作远的吼，你来小等一下，哦啊，迄、那个环路这边吼、哦，来台企做了一包，然后唔免咯，游览车三个半个都在坐电动吼，伊足秒时间的吼、哦，啊那安尼就直接台企叫好势，啊就比迄个北港交流道直接就起来吼。哦啊，但是吼，不能离龟山，哦，他要是话，啊，龟山，那个讲要叫来家是个是路途上远的啦。哦，啊，但真好家在吼，咱龟山这两个好同心哦，好同心哦，哦，三位哦，决定讲啊，因咧透早啊去龟山啊来家己一下，哦，啊，把咱节省真侪时间吼，即我想是一个真好个安尼牺牲小我啦吼，哦，咱个团队会当运作较顺利吼。啊，不上面我咧找人嘅中间吼，我家己我上讲有感想吼。啊，我哦，咱即摆来咧找咱团队吼，上好是头脑真好，啊，咧做代志真很老练吼，啊，很干练吼，像咱迄个中立大神，哦，伊即顶下底人教咱讲干部怎啊做吼，哪会当做安尼上好吼？啊，但是你头脑真好，办事能力真好，当然真重要吼，但是。在这个后面吼，更加重要吼，就是你要有团队的精神。那个团队无得来现阶段吼，伊头脑好，伊做做代志，要更加要紧。哦，啊当然吼，我嘛做期待讲，那个咱找出来人，咧找一个出来，啊，这个人背后他相当有人脉，我会当甲你介绍几下咧。来得紧啊！我拢两三分尔。好哦，咱即摆毋是讲真正代志要开始要进行要办吼，还是讲需要完全的专业，还是做什么代志毋是吼？迄真要紧是讲，咱先即个组织先啊组起来，哦，伫毋是讲大家人拢敢搭出来即款环境之下吼，啊，你肯敢搭出来，哦，迄个团队上较要紧。啊，所以有时阵是讲哦，啊，这什么大教师，哦，这什么大博士，哦，咱嘛真爱讲，哎，咱来会当邀请伊来吼。啊，上少伫咱个即摆现在的这个团队，啊，有一个安尼象征性的意思吼。啊，但咱知即摆，咱即摆是伫做工作，啊，所以我有经验足一摆吼，家己几下咱个好个团队吼，有啥物代志临时状况联络一下，哦，马上就会拢到位，真的很感动吼。啊，所以我毋忙吼，咱今仔日只吼，以后咱拢总是同一个团队吼，虽然讲分散伫各所在。但是整体的工作目标拢同款，啊，当然有的人头路吼，啊，有的人即马已经退休啊吼，啊，有的人迄个即马毛在搁咧找头路嘛，有少年毛有一块吼。但是即个人，伊若搁有认同咱个团队，啊，真毋茫讲，啊，若有甚物款状况，哦，啊，来，咱挂着行好来，哦，咱就要认真啊，就出来了。所以目前是家己吼，迄个老就伫倒啊排完，讲台南迄边咧排完呢，讲啊你敢若是家己去订，啊台南迄边那是拢安尼现在变哪苦吼，啊讲起嘛小我冤枉啦吼，我讲啊吐些苦水哦，老就听吼，我想起家己，我是家己吼，啊咱咧参议会的议长啊，都说台南安尼吼，所以台南咱找议长出来吼，啊这个议长就是台南市议员邱丽丽，吼朱丽丽的爸爸啦。啊，所以即摆吼，舞台啊，咧台南咧，就伊咱遮吼，原来有拜托黄瑞的黄先生吼，啊，黄先生嘛是一个安尼，伊个咱讲角头是毋是哦，伊毋是歹人哦，伊原来是一个迄个地方性的领袖，意见领袖，所以伊个边啊，伊个厝，不管是人家报地开讲吼，啊，所以我迄阵仔人头介绍我去找的时候，我都有影哦，几下伫遐咧报地啊吼，所以像即款的吼。其实当中有潜在的迄个办事能力吼，啊，所以我先拜托，啊拜托初期，
阿伯同阿爹就想，太多啦，全部人啦，我要等烧三百拢无人买啦，我咧吼，啊可能大人做袂成啦，啊无了大人只吼，啊大家无几个啊，啊坐家己坐无自在，啊大家配合安尼啦，啊我想我咧。政务交代下来没有办成功嘛，真糟糕嘞吼！啊，是后来我就看到了吼，咱的区里边吼，我讲看会当倒下手无？哦，这个是四个级别，这款是真重要的事吼，所以咱爱做一出来。无两日，人家讲咱后壁这杨副别看到了，要去台南问看有无？要真正来个载，我无法见我阿兄。哈包台啊？再包一家一台阿兄。真正老人咧建议，真正老人咧建议吼，但是因为咱的时间真短，搁几日啊，爱出发啦吼，所以赶紧吼，后摆咱我们的整个计划来讲计划，会当搁较周全吼，啊，参加啦，会当搁较济，我想较好吼。啊，我即摆吼，我唔知影气氛啦吼，啊，我无像来我这边遐有法度整理遐事，但是我有整理一张，咱即摆目前有诶。团队内底人吼，啊，我甲各位小可介绍一下吼，哦，大家咧啦吼，行政科长吼，迄就是后壁吼，啊，我人拄着一个困难吼，尤其是第一摆来参加培训的人吼，中央拢甲叫去做国策委员、当国务委员呐，啊，几下吼，毋是干那一个两个吼，可能五六个以上吼，啊，我想我当培训即摆较紧的，要互伊完整起来吼。啊！家己去中央，啊！我哪唔知变怎吼？尾后我刚才我就讲，这会使参详，会使参详。所以大概咱即摆干呐欠一个审计厅长啦，审计厅长吼，啊，说意外慢慢，啊，拢总会起来吼。啊，这位吼，这位季经理吼，就是家己夫人社，啊，邀请我去讲吼。啊，我去的时候我先来讨论咧，问讲啊，咱家己夫人社内底。迄、那个男女到底是安怎吼？那搭电的，敢若两个啊，出来拢迄个算讲，啊，足麻烦嘞吼。伊讲何先，你莫插哩。咱家己有滴啥，即摆迄个男的敢若剩无个，出来拢讲了，你做你来。啊，结果来吼，讲一场演讲吼，即、這个季经理，这是一个医生吼，伊是现任的妇联社长啦。啊，我咧讲的是我目尾嘛小说一个吼，讲啊，咱咧讲咱是。有买较济，也是要听较济吼。结果迄个社长吼，对头到尾就是笑啦，啊笑到尾也一个山吼。甲你讲，你这团队要来参加，到尾参加，到尾参加吼。啊，所以伊就随参加，但是吼，伊的年纪又较大，啊，行路较慢。啊，所以吼，我是来开嘴甲讲，迄个副社长，阮要来培训一个呢，要来就到尾要来训练一个呢。啊你吼，啊若无写咧吼，无啥要无啥成吼，实在讲吼，对，伊家己吼，我实在无法度开嘴。伊即摆出门讲，伊查某囝是真贵，我小甲斗牵。啊你讲斗牵来只来，咱东埔区咧吼，来咧，迄个睡袋寒咧，我甲你讲，是吧？所以我是咧讲，我是咧想讲，若针对个案吼。啊，看会当咧过期，啊，拜托咱外就甲咱许可一下，来，啊，黄义辉吼，黄义辉就是我拄则咧讲吼，黄英聪后来伊是家己真正，阮伫电视台做实习吼，做改名，家己做实习吼，啊，但是我甲想吼，我去甲讲了吼，伊真正对台湾重新。燃起非常大的希望，一下讲迄个面的欢喜哦，你真正感受会出来吼。啊，另外，这个蔡耀，蔡英耀吼，这是咱台南州长的，嘉义县的东窗啦。啊，就是咧，甲我提起讲，又家又一间厝，一楼甲二楼，店面甲二楼吼，拢总200几平，伊咧熟悉我卖，互咱做台南州的办公室的内容吼。啊！就顶下我嘛讲哦，伊讲啊，可惜我毋是郭台铭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若台南州要买吼，我会卖到互你上甲去大看，还阁有剩啦，当然摕钱出来是对啦。哦，这是迄个蔡英文先生哦。啊，规划厅长林永春来请起来，给大家拍下一个。你好，你好。
这个林先生吼，以后会吃做咱民政府真用来干部吼，非常好的能力，甲非常好的专业吼。啊，伫过去啊，伫南亚尽职，即摆嘛是吼，为着南亚的尽职设计吼，非真真一一，我捌上讲过吼，非常精彩吼。啊，真唔盲讲，站起来规矩都按台南州吼。啊，以后若准备讲真正讲。啊，咱家己的政府，我相信你会当家己更加大的政府，感谢吼。啊，以外则有诶拢有来参加哦，董国龙啦吼，董国龙，即、這个是我真久的朋友，啊，即、這个人吼、哦、头脑真好，啊，伊参咱参我联络着了吼，啊，着诚欢喜是迄个西地人吼，啊！伊即摆我毋知即摆照安怎吼，伊甲我讲，伊有一间厝伫台北小巨蛋的头前啦，吼，啊大概是50平啦，啊伊个安尼规划做小间的规间的办公室，啊做个一个大厅，啊伊来遮参加咱的培训吼，伊看我讲，安尼我一间50平迄间厝吼，啊亲像遮大间人50-60个嘛挤落。啊，你若要开会、要做办公室，拢会使嘛？讲好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伊讲，伊要无偿，唔免租金，吼、哦，比如咱民政府重两单啦。我们要是哦，厝房买到大二，买到大，啊，台北就好康去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东部人吼。啊，蔡信宏嘛足认真的吼，蔡信宏嘛足认真的吼。啊。张朝志嘛是吼，即、這个嘛是一个农业方面的专家吼，啊，全世界去足济国的吼，啊，伊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吼，讲哦，迄个我要参加民政府，即但是我已经注意真久啊，当安尼路，敢若即条好行尔，哦，若即路免搁开，免搁讲，免收声，就家己报名来，啊来过来，谢啦，叫林天长、石明祥，迄是一个牧师啦，一个牧师是关注的吼。啊，我对迄个原住民吼，我个人我实在讲个意见，我毋知影讲后摆阮台南州吼，诶宪法内底讲，州宪法，啊州可能也有州法律吼，会使家己安尼小可无共款一下吼。我真正咧真正想讲，原住民这三字吼，听伊讲是讲全世界啊，所有原住民啊，伫澳大利亚啊，伫遐开会啊，决定讲用这个阿波字吼来称呼。因为这个名称吼，啊，翻作中文就是变作做原住民安尼吼。啊，对原住民这三字看袂出来讲特别的轻视，还是讲特别的尊敬，无哦，对原住民真忠诚的话啦吼。啊，但是我家己的感觉吼，伫这个土地，所有的不管来来去去的所有的人吼，真正对这个土地原来的主人吼。真正对不起，哦，所以我拢一直想讲吼，真正台南人起来吼，阮原住民吼，一直住吼，我要甲改做主人的主，原住民，哦，来提醒以后无论什么款的公务还是公务员，无论什么款的事务要处理着原住民的事务吼，互因一个提醒，讲人因才是真正这个所在真正的主人。哦，啊，长期几啊百冬，啊，受委屈、受吃亏吼，所以咱也准备讲，哦，阮上少要单只，我也想要安尼做吼。哦，就是讲，一定爱会记恁，哦，啊，唔通讲用写字的，我把你当人看，哦，真正足刺激、足伤害人的心哦。我想全世界人讲有一个讲什么代表作的，任何层级的什么款。领袖级的人讲，家人讲，我把你当人看，绝对销声匿迹的啦。无一个所在，他们用你这个的，哦。后来，啊，咱会使个，哦对，啊，林彦武哦，这番啊真幸运，顶回来参加两届吼，规身躯拢写台湾共和国嘞，无啊写，无啊写，三啊写，头前啊写，后边拢讲写。哦，我想咱后摆拢当见面着哦。来，咱过来。哦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快点。好，来林娟蕊、徐静芬，请起来，大家拍拍手。非常喜欢。
拢总是我哩大儿子都到病院，啊，非常好的同事吼，啊，尤其是林娟蕊吼，林娟蕊李冠厅长吼，伊个先生叫做高英杰，我唔知影恁捌听过高英杰无？高英杰什么人哦？高英杰是野球个，不是不是，高英杰吼，高英杰吼，就是高医生的后生啦。高医生知影无？高医生，阿里山一迄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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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山金华队。捌听过无？伊当时是做阿里山的乡长，老师叫院长，老师乡长嘛吼，乡长诶，啊，毋是伫二二八出代志，是二二八以后的清乡出代志。这个家族国民党迫害到非常厉害吼，啊，我原来我去找因的时候，我想这款人过去伫倒来，真正拢牺牲过吼，哎，赶紧甲找出来。将个进入代表性，啊，将个真正因为迄个资金吼，啊，刚好伫即个时阵啊打出来吼，所以我顶回我邀请一个詹三元，哦，伊叫名叫摆过吼，哎，叫摆过就是家己个臭头啊公园吼，伊个迄个臭头啊穿满衫甲喷油漆，啊，然后家己就是专在伫迄个二八纪念伊就是设计出来吼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去甲邀请，啊，伊即摆身体嘛无足好势吼，啊，所以我顶回伊要来，我叫用车，我一个人载一个载啊吼。来，接着我咧讲一下，陈全清长，哦，单单的吼，啊，郭炳忠嘛吼，嘛做认真嘞吼，下过啊，我去伊遐演讲一摆吼，本来从来我用骑脚踏车去行动，骑来到我遐，骑到遐咧吼，规条头拢干干，啊，就是讲，哦，我要去送遐干来，我遐有几个人送，哦。哦，真正我了真个咧得到鼓舞的这番朋友吼，啊，即摆吼，迄、那个我的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婚姻观方面，哦，家己观我已经安尼相当有找一个人出来吼，啊，但是婚姻观还阁欠足一个人，因为我的人脉也是讲我过去的朋友吼，婚姻观较少，啊，所以讲婚姻观吼。啊，有一个叫赖俊恒，吼、哦，啊，还佫有一个少年囡仔叫做张坤顺，吼、哦，啊，佫，后台佫有咱咧讲农业厅长，迄是北港吼，啊，剩咧即摆真正还佫找无啦，啊，我有去找一个以前建国党，说人拢叫伊五年嘛，吼、哦，迄是陈老师一个大吉安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迄阵是第一时间就是迄个，主要是甲正面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我就来本地咧先来找。啊，结果迄个五年吼，伊拉讲，恁应该是迄个建筑吧，五十米少吧，台湾要扫五米高吧？哦，唔是哦，无同款咯吼。哎、即摆就是拢讲安怎咧讲我听吼，但是后来原来咱是安尼，无足积极的吼。所以婚姻这方面我真欠，真的很缺人吼。所以咱若朋友是婚姻吼，拜托吼，爱甲我斗推荐吼。啊，就是我一定会去找伊吼，一个嘛好，两个嘛无要紧吼。好，啊，过来，来咱再搁谈下吼。好，咱的议会吼，议长找出来吼。啊，副议长吼，就是我咧讲这个林聪明，就是砂锅鱼头吼。啊，因为伊住伫我隔壁无偌远吼，啊，伊长期对咱这绿色阵容，我拢相当的支持吼。所以我就讲。大概副议长叫中嘛吼，北平、中平、甲南平嘛吼，啊那北平有可能就婚姻观嘛，哦啊中啊在大义吧，哦啊下卡不只副议长来啦，哦所以大概安尼吼，所以副议长的部分我伫迄个婚姻还阁找无人，啊是来啦，要袂正面的吼，过来，哦啊这就是阮的团队啦吼，参与阮的团队吼，啊我本来咧想讲。今是要安怎安排这个人吼？后来我大概有一个原则啦吼，小可较少的一撮人，大概会使做内阁啦，吼。啊，若较少年的吼，大概会使参议会内底，来参议会做参议员吼。啊，但是因为进前还有真侪朋友已经拢越好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即摆过来，哎，哦，就是讲龟山这两位朋友吼，来，这。张耿瑜哈，他叫林，好，单单谢，陈奇义哈，跟你们三好。
啊，其实因拢捆绑得住啦。迄、那个张先生吼是梅山原来民进党的党主席吼，啊，当伊啊嘛是安尼对民进党是安尼开疆辟土吼。啊，但是咱即摆咱知影吼，咱真侪朋友吼，大概拢会对民进党的站个第三支。哦，当伊伫遐拍拼，啊，拍拼到尾啊，民进党愈步愈复杂吼，啊，愈步愈糟践吼，他们都是第一线感同身受的人。所以咱是讲哦，其他的理论上哦，啊，咱咧批评民进党安怎哦，我你这安尼学个无清楚啊，误导台湾哦，啊，结果说从这个中华民国的流氓政权变作咧共犯结构，同流合污，哇，足失望吼。但是，伫迄个基层的民进党员，真济拢是真好的朋友吼，所以伫个理论上，咱会使安尼表示咱的。哦，啊，但是伫书伫迄个地方上，大家互动，拢总是好朋友。所以，拄只咱昨台北酒店吼，啊，就甲咱讲十八点吼，相当有道理。哦，咱唔怕，上好是卖去当面告白，啊，你拢无路用，你拢无效啦，讲唔好。就是大家拢总是好朋友，目标同款，啊，想法无同款，啊，伫无同款内底，我相信讲总是有一个合意，会做法甲讲法吼。来，啊，过来，好啦，今仔日来韩雅慧，哦，先生后壁，哦，阮即摆迄个台南市吼，拢总美女兵团吼，啊，下一次看迄个俊男兵团，我拢袂做出来吼，啊，迄个雅慧同我对我足久的吼，伊是我非常好的助手吼，啊，进前伊嘛足有余的啦。啊，其实呐，受训培训哦，伊受训上侪啦。我一个反正只来跑较干机嘞吼，啊，就过开门吼，啊，我口罩挂着，我直讲，我逐摆讲，逐摆都听。哈哈哈！啊，所以哦，咱的基本理念哦，伊拢真非常清楚哦。啊，我有时咧讲笑啦吼，讲有一日人拄着讲，世间啥物代志上无公平？哦。来讲，若有人有啥物机会啊，来讲这个问题，你讲叫医生看手机，上无公平啦。所以讲，若要看人嘴，甲你掰开，啊，伊家己马上就挂咧，啊，嘴掰开，拢袂使讲话，啊，甲挂一挂，一讲。开玩笑，啊，爱笑的吼。好，哦，张等于先生啦，吼。因为其实咱即卖职位吼，拢总是暂时的啦，以后一定会调动吼。啊，因为进前啊已经排好势吼，啊即卖过来哦，像着讲张炳先生吼，伊咧公务方面啊过去处理迄个基层方面吼，啊相当的有经验吼。啊，但因为即卖头前啊一排到遮来吼，所以暂时拢放伫参议员就算。啊，去参议员足大呢。我一世人慢慢做个参议员了。好，我郑明志来嘛，拢真好的朋友吼，啊，长期拢真做共同奋斗吼，来。下骹这几位吼，刘文贵、张碧华哦，啊，丁显派两摆吼，陈尚佳吼，这几位吼，拢叫中央抢起咧做。国务委员、啊国策委员，我想咱即摆真要紧的地方的做，爱赶紧落起来。所以我即摆，比如讲有三十几个，包括两个迄个议长吼，啊，甲副议长吼，将近有四十个参议会吼。我真歹运哦，迄台南州吼，迄足快吼，啊，乡镇足济吼，我今早看着讲台北州人遐济，啊，但是。总数哦，包括内阁啊，包括议员，拢总九十几个吼，议员的部分六十几个吼，我台南只拢总个一百空几个啦。啊，恁阿干阿是阿兵啦。啊，所以我咧想啦吼，我们的瓶颈就在这里。我哎，赶紧人数赶紧出来，美国咧问咱，咧一直咧问咱。你这个吼。即台南方面咧，我昨日就好似提议即个吼，我今朝只回报吼，是咱台湾的即个支持者，已经做法位遐个先，
你做你的课的，你认的是有。啊，伊遐演讲我们不能接话，我遐遐上阿去接人吼，你那你个样子，你遐你若接出来，遐是一部啦。对，这是我来提供一个意见。哦，这真真厉害吼。哎，人不接的东西好啊。嗯。哦，我大家知吼。伊即马嘛唔是诶嘛，诶，即马家己出来做台湾自由会啦，哦，恁遮赈灾电视咱有看，哦，遐遮济，咱无遐济吼，啊，钱阁无偌济吼，伊原来相当有人脉吼，啊，长期吼诶观察，啊嘛是一个安尼，靠得了伊吼，啊无伫迄个无迄款企业野心诶真好人吼，我去找伊做三摆，伊诶人皆拢发光啦，哦，迄个是孟尝君诶。哈哈哈！哈，人家拢捌去，诶，有甲业务，我有甲业务，去去甲做拢有甲业务。啊，去约个时间，我外口遐是捌一人诶，啊，所以真很难得讲有一个时间去坐下来好好做工。啊，但是礼拜去啊，啊个，诶，讲哇，小哥捌知，啊，过了结果安怎拢唔知，唔知结果安怎，我是真爱来，真爱有时间听，听讲咱有啥物款诶新诶消息。我论述也是做相当的进步，哦，伊有参加咱的团队，也是无参加咱的团队，迄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伊去徛起来吃，一定有一个进步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咧甲朋友讲吼，讲即个台湾上上啊，全部几个啦，哦，陈光山先生做咱的讲师，哦，啊，郭冠明先生相继主持，买转来做咱的讲师，哦，啊，过来，我咧今是黄庆林嘛，吼，黄庆林咱知影嘛，吼。嘿，啊，即摆后日是平明明教授，哦，平明明教授是咱的大导师吼，真侪人拢是受他的启蒙吼。我会记哩，伊咧选总统的时吼，因刚才接我刚才去一句话啦，伊做咱现在这边来讲吼，伊讲一个所在来讲，恁双方起来做总统，拢唔当想讲，今仔选起来，明仔在台湾就会较好，哦，这倒是对哦吼。然后一个所在若要较好吼。一定真侪既得利益，一定爱甘愿放下才有法度。哦，这拢真正话吼，非常非常感动，所以我做啊。啊，所以伊若肯来，那个象征意义也会很大吼。啊，不然咱高世凯吼，台湾现在出来吼，这个台南洋就是伊来看这个台湾出来，诶，现在出来，啊，所以是后来是撇开吼。所以这人个拢打出来，黄坤拢去打出来，郭俊明去打出来。我想台湾两地人拢打出来吼，所以咱的论述、咱的做法，渐渐已经一直在受肯定。我相信过来吼，咱这瓶颈来突破吼，要参加人一定会愈侪吼，因为咱知影讲，来开始发现台湾公民身份证，摕到台湾公民身份证去签证，确实咱前头咧讲，这张是美国完全认可的物件，美国肯定比台湾打出来吼。啊，所以长期讲到我尾啊，讲起甲因讲起波吼，安内一个个咧，安尼，我讲无输赢啦，吼、哦！你想美国敢有可能放弃台湾？你家想看卖，毋是我讲的，毋是我找尽理由啊，费尽口舌，甲你说，你家己看卖，美国敢有可能放弃台湾？十日九月半拢无可能，啊，无可能要安怎？就是安尼嘛吼。啊。所以，安尼五六个月吼，真的是酸甜苦辣吼。啊，我真希望讲，咱大家变作同心吼，啊，认真啊，为着这个代志吼，大家认真拍拼。啊，无啊，有啊，我想咱一定有一个结果出来吼。啊，四月吼，有真侪节日吼，迄个清明节吼，啊，迄个，哦，今仔哦，对，今仔是 Easter， 哦，今仔是过完节吼。啊，过来啊，就是新庄餐厅，先好的一次吼。我这个明年吼，咱来去扫墓的时候，会使甲咱的祖先讲，
我答出来。后摆咱来叫咱的孙，免阁惊吓。多谢大家。起立。来，谢谢。来站着。我一双裤子哈，还袂，这个牌还袂办清楚的人吼，咱谈起这个休困的时间，后壁咱这个小弟这个杨先生哦，伊在哩替咱翕相吼，啊，咱谈到啥办吼，这个识别证办袂好时的人，哦，就是你来遮报道了的时，迄、那个全部的流程，还袂办较好。啊，你会使来遮来杨先生遮去吼，来遮办哦。哎，潘州长，好，看你怎啊难过哦。你要我讲者哦，十五分，好吼，好。啊，无啦，咱就下口就由咱这个平湖州的花州长来甲咱做精彩的演讲吼，来起立，立即，站立，站立，来，让副主席刘先生开始。然后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台湾主权地位吼，啊，建国的模式，咱大家做伙来探讨啦吼，来，再来。今麦来看咱台湾主权吼的地位的现状啦吼，先来看，因为我较早讲的吼，可能较笼统啊，搞文字化，从 PowerPoint 的表现出来，大家看可能较清楚。哦，台湾今麦就是日益强。但是由往中华民国代理美国，哦，啊，即卖由中华民国已经美国甲改做台湾代理总局，哦，伫台湾管辖内底，已经无咧讲中华民国，讲台湾代理总局，哦，来下一页哈，这我头先搭档啦哈，对，这个上重要就是讲咱台湾哈。在1945年4月7日，就是本依照国际法律的规定书吼，已经完成咱台湾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吼。啊，因为我今仔时间较短吼，我变较简单讲话吼。这个咱目前台湾甲美国都是占领中的这个法律的根据，啊，迄个迹象吼。拢总几项啦吼，我简单来提几项来讲安尼啦吼。那么可能有真侪人会讲，咱若咧甲伊对话，咱要甲细节讲咱台湾民政府啥物状况个，太重爱甲讲，目前是美国军事占领中。但是有时啊，咱常用在要安怎甲比咧？伊会讲问我拢目睭看到美军啊，我啊你即马着对遮一寡咱个法理依据啦吼，甲咱个。我迹象，我就这样咧，大家听下咧，好，来第二页，第三，我来试看卖，这个我来第一届用啦，哈，我试用看卖哈 ，OK， 这个日本的合约，你看这个美国国务七天哈，杜勒斯，因为这个最近那合约拢杜勒斯主导的啦，哈，啊。伊来分配讲，要安怎分配这个旧金山河要安怎定，要安怎写，拢是草拟的。啊，写那有这个权，就是因为美国是咱日本台湾的主要占领强国，伊是征服者，干那征服者开辅助给做主导做分配，啊，伊就是分配，当初就分配中华民国来台湾代替联军，迄个日本军的导航来吼。
来简单来讲，这是安怎？美国含中华民国断交了，伊有资格来定一个台湾管理法。好、哦，咱拢毋捌看过讲有联合国台湾管理法，还是苏联台湾管理法？好、哦，这是依据旧金山合约。好、哦，伊有这个权利哈，啊，这个义务哈。来跟定这个台湾管理法来保护台湾，但是这个台湾管理法，伊是保护着台湾顶管的 the people on Taiwan 哈、哦，就包括流亡的中国人民也保护着，好、哦，啊那比旧金山合约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干那保护本土的台湾人。台湾管理法内底有第二条伊拉讲哈。从美国维持伊美国的能力，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啊，甲人权，啊，甲经济制度的稳定，哦，这是美国爱做的啦。哦，这嘛是伊的责任，甲伊的义务，甲伊的权利啊。哦，台湾若是伫伊掌控中，美国是全世界上用的国家，伊哪有可能伫伊占领中的领土失去一寸？不可能哈！美国是全世界常用苏联的 NDA 美德了哈。就是讲，当初麦克阿瑟菲律宾就不占领时哦，这对麦克阿瑟来讲是上大的屈辱哈。所以伊在反攻帕里芬的时候，伊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先把菲律宾给摕倒转来，当然最后呢维持伊的名声甲民主。所以。当初太平战争在反攻的时候，有两个作用的大将军哈，一个麦克阿瑟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尼米兹上将。尼米兹上将是太平海军的总司令。结果尼米兹伊是希望讲，直接来这个打台湾，把台湾这个日本往南要援助军队啊，就不足。这条航线切断，但是麦克阿瑟要求讲，菲律宾是咱美国较早的领土，哦，所以爱先把家己的领土赢回来，切回来，